还每次只要看，我记得是开场吧，那个动物大聚集的时候，会走在那个观众席的时候，那小孩都会惊呼尖叫。那个大迁徙，那个很多动物在万马奔腾上冲出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是这样，我们电影版那个动画版看过，然后所谓的真人版，就是他们都说就是一群不会演戏的动物在演的那个版本呢，也看过。那舞台剧是比较特别，因为舞台剧哦，它的演唱是现场的，那有点又像在听演唱会，在欣赏这些演员们哦，他们的好歌喉，所以这个感受呢是多重的啦。就是演出事件，就在里面写的事件，就事隔半个月，那现在目前心情怎么样？很好，现在很好。他心如止水，他陪我好多天。大家也都知道燕君的初衷啦。好，懂的人就懂了，不懂的人故意装不懂，那也就没办法。所以就是这样嘛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啊，你也知道这个社会永远就信者恒信，不信者恒不信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都跟他说啊，你们边公家贼啦，那个爱你的人 always love you 啦，不爱你的人哦，他看你的脸就不爽了，所以don't worry。那张华是昨天就是把你的，就其实是要放你的心，可是弄成地方，就出。这个新闻我是听记者跟我说我才知道的，对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有这个新闻，对，但我觉得这件事要尊重燕府啦，所以应该由他回答，对，你好像我公关。